真好啊，今天又有人做饭，又可以吃现成的了。我去试一下新买的衣服，开心。给你买新年的新衣服。对，新年衣服。啊。试一下。那你先做着饭，我先打开看一看。我这是用薯片换来了新衣服吗？我们的感情怎么能用交易来形容呢？那多世俗。那。什么？这挺贵呀。黑白配。这是一个小外套，正好一套是吧？不是，那就是一套。我去试一下。好，你先去试一套的这个吧。哦，摸着挺舒服，是不是还可以？Wonderful， 非常好看。外面是一个小衫，里边是一个 V 领的裙子，对，就是吊带的。这个料很舒服，它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绒布，你很有眼光啊。你转一圈，啊、是吧？嗯，那必须的。你挑中这个，这衣服在店里好像也见了，是吧？是不是你让我试的那个我没试？对啊。还可以。嗯，非常有眼光，完美。哎、啊，我直接套一下这个试一下吧，试一下另一件，这个是在店里试过的那个，是吧？对。嗯，这个穿那种裙子或者穿牛仔裤都好看，我直接这么套一下吧，摸着很舒服，它这个也不知道是啥料。哎，小衫套大衫，这样就暖和了。我在店里试，我都直接套头。怪不得你换衣服那么快。嗯，有点鼓囊啊。你穿那么多。好看吗？这样大。这样也好看。是不是可以里面穿那个背这个裙子，然后不穿这个？然后直接穿这个。啊、嗯，如果比较冷的话，我觉得这样也搭，这样就比较端庄典雅。开心开心，非常合适。嗯。今年的新衣服有了。谢谢老公。你真的很有眼光，你很会选衣服。还必须的。比我眼光好哎。真的，我现在好多衣服都是你给我选的，我感觉都挺合适，挺好看的。我也要去照照镜子，我的鞋嘞，给鞋没丢了。我也去照一下。